这里有，这里有个泡泡洞，这个泡泡洞不得了，把这个泡泡洞先掰开啊，这个蚯蚓给它放上了嘛，一放，如果它不吃，别怪我来硬的啊，直接上硬的啊，轻轻的。 下去，大虫洞，上！来，我们在这个虾塘上的大黄鳝，测试一下活跃度，非常的nice哦，真实户外，做好自己。